香港无线特意为曾志伟延开60席办志在高兴生日派对，当晚星光熠熠，光芒甚至盖过同日举办的华鼎奖，让曾志伟坐实香港娱乐圈大佬地位。4月14日是曾志伟60大寿的正日生日，童心未泯的他特意选在迪士尼乐园举办生日派对。梁家辉、张学友、吴君如、邱淑贞、苗侨伟、陈百祥、佘诗曼、王祖蓝等明星携家人悉数到场，选择公共游乐园举办生日 party。 曾志伟本想让亲朋能够合家参加，却不想在主题区的清场工作却引起了游客的不满，对此寿星公深表歉意，并表示以后游客还想来迪士尼自己可以掏腰包请客。我奉劝一点去了给我们去玩，而且呢就让一些小朋友来了，本来想跟一些其他的玩具的这个偶像啊去拍照，结果进不去，在这里呢我们就跟他们说对不起，如果还要玩的话要请人家去玩，差不多。